你知道吗？高一十班那个陆苗是江皓月的妹妹啊，妹妹。这兄妹俩怎么一个姓陆，一个姓江？他们关系好复杂啊！他们家出什么事儿了？是吗？肯定是他妹妹。正是。你也不能相信。什么家？一模，听说了吗？咱们陆苗啊，是江皓月家的童养媳。真的假的？嗯，但是呢，因为陆家家道中落，所以呢，江家想毁了这门婚约。正所谓八十冤家八尽头啊！你从哪儿听说的？听八卦不问出处，这是最基本的原则，懂不懂？总而言之，江家和陆家是世仇，是吗？我跟江皓月家是世仇，我怎么不知道呢？那童养媳这事儿是真的吗？你说呢？是真的。不好意思啊，麻烦让一下。江皓月妹妹，给你，拿着，这个是我送给你的。啊，对了，我是隔壁三班的，你帮我把这封信交给江皓月。你们什么意思啊？来，咱俩交个朋友。我就是想问问你和江皓月小时候的事儿。你别介意啊，我们真的只是想和你做个朋友。你新来的，人生地不熟的，我们可以带你熟悉熟悉学校。是啊，哎，徐姐，你可别怎么带你啊？给我留点机会。你踩到我东西了。知道了，对不起。江妹妹，你哥平时有什么爱好呀？喜欢吃什么，喝什么？哪天生日，什么限行呀？你们要聊江皓月就出去聊，不要在这里吵。他叫陆苗，不姓江。走了走了，转什么转？谢了。冯婉婉。严肃。严肃这么多票。谢子业。我头疼，我头疼，我头疼。你能不能别添乱了？谁说我想当班委？可是你上课认真，平时也遵守纪律，做事细心，成绩优秀，老师也明显很喜欢你啊。这跟我当不当班委有什么关系？这位同学啊，就是大家平时通过相处推荐的同学。我作为班主任，会从中选出我们班的班委。班长严肃。副班长冯婉婉。学习委员谢子业吧。我今天投票给我同桌当班委，结果他竟然不愿意当班委。怎么会有人不愿意当班委？估计是嫌麻烦吧。这有什么麻烦的？当班委管这管那的，既耽误时间，又不需要什么智商。江皓月那腿完全看不出来是假的。你要不先看看？可能是把机枪，也可能是喷火器。哎，你们俩有完没完啊？零食都堵不上你们的嘴。走吧。不是你谁啊？说你了吗？他是我哥，就是啊，你说他就等于说我，你在职。走吧。莫名其妙。你要不要和我一组？手伸直。忍一忍就好了，拉伸好了，运动才不会痛。那天当班委的事情，我真的很对不起，我应该先问问你的意愿的。我就是怕麻烦而已。我知道，当班委嘛，管这管那的，
耽误时间又用不上脑子，你们学霸不喜欢这些。但是我觉得你能力强，帮助一下我们这些落后的同学提升提升也挺好的。别动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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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嘿，没事了，没事了。我一直很怕虫子，叶子当然怕虫子了。谢谢。叶子，我加你一个 QQ 好友吧。嗯，我扫你啊。扫。好。我发送申请了。嗯，好，我通过了。你这个本子是记录什么的呀？记分的。我遇到的每个男生，我都会对他们进行测评。测评？嗯。通过大数据进行筛选，最后选出综合评分最高的那个人，作为我的真命天子和他告白。还能这样啊？当然了，这样能够最大限度地降低恋爱试错率，理性科学。那你现在这个本子分数最高的是谁？江皓月。怎么会是他呀？身高优秀，智商优秀，长相优秀，虽然性格有点高冷，让人有些距离感，但是高岭之花更让人想要挑战，而且似乎还有些隐藏的妹控属性。打住打住啊，谢女士，请关闭你这可怕的脑洞。这不是脑洞，这是基于客观事实的合理推测。你这么多条条框框，好像一个机器人哦。哼，你天天精力那么旺盛，还像一个无限续航的锂电池呢。那我们两个还挺合拍的呀。哼。给你的，你帮我全处理掉吧。全部给我？那我怎么好意思收呢？致江皓月同学，自上次奥数比赛交锋，难以忘记你的风采，希望下次能在领奖台相遇。高二五班屈芊芊。你能不能安静点啊？这些都是别人给你的心意，我既然收了人家的东西，我当然要帮人家带到啊。江皓月，我叫周秀妍，来自高一三班。我一直很欣赏你，你写的作文我每篇都读过了，你是我见过最优秀的人了，希望可以认识你。周秀妍，听说她好像是我们隔壁班的班花。哎，你可以啊。无聊。你是落入凡间的折翼天使，冰雪眼眸，脆弱长睫，苍白的脸，你黯然流泪，上帝吻在你的额间。你若心有苦楚，我愿做你最忠诚的听众；你若无法行走，我愿做你的拐杖，陪你前行。高一六班张鑫，这不是个男的吗？你平时独来独往，没想到在学校还挺受欢迎的哈。错题解析全部批注在旁边了，自己订正一下。后面空的时间做完它。你这么严格啊？我先回去了。哎，你这东西拿走啊！